我不想，我就是喜欢玩警卫那种的。他这个嘞，求救讯号。求救讯号也没有。哎、欸，求救讯号我觉得很好，我很喜欢求救讯号。我是有买，我是买到那个姐妹餐厅的。他有那个，他前面要玩一到五代，然后外加一堆那个额外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在等那个台湾历史进来。OK。好，请问一下我们的摸屎先生，他玩安全漏棒。我们不是要玩那个、啊、那个安全漏棒，完蛋的。好、哦，安全漏棒。餐厅会有的。没中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等一下。自从我定下去之后，我每天的行程都是看云家屋。真的，我都是等他那个，我直接买一个键盘，然后我等超久。真的，你等很久？我等一个礼拜。因为我上网是不是按门搜云家屋，两三天就会那个就会通知你，就是说可以领货。好期待、喔。那是很顶诶、欸，4070诶、欸，拜托4070。然后你把4070换4090啊？不可能，4090一个就好几万块，10万块。10万啊，一台机车啊。好奇葩，一个显示卡就卖那么贵。我同学改车就花了10万呢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所以把那改车的钱留下来，我可以买一个显卡。他应该也不知道显卡能干嘛。刚才还有在玩电脑游戏啊，他是配10的。好，台湾历史你要进来了吗？一密码是一。台湾历史，我都忘记跟你讲，你都忘记我还没有换电脑。我知道，只是我现在等他跑。等一下 ，No Bus 跑不了是什么情况？10年前的电脑，你说嘞？跟我爸那台差不多。没有，现在只放一个笔电，但那台已经丢掉了。笔电，我现在用笔电。所以现在不止10年，可能20年前了。现在都不知道过几年了。要玩几代？要继续玩呢、啊？还是继续玩？我们玩多人，四个人，我们玩四个人玩大逃杀。要继续玩哪一代？还是直接跳？就是这样，接着二代嘛，接二代玩了。哎，江一展，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我们二代第一晚就全死了。我刚刚早上还有玩几次那个三代真的，不会还感觉都还好，就是很麻烦的，也有修东西，超级麻烦。我想要到时候来准备玩一下四代，姐妹团，哎，不是四代是。四代是那个做噩梦的，做噩梦，我觉得是最恐怖的。那个玩偶都超级恐怖的。哎，干什么东西？什么情况？因为你们第一晚没过，因为马哥第一晚没过、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怎么卡在电梯门口？我只玩，我那时候进，我就是跟着昨天的进度啊，因为我是第一次进这游戏啊，没有自己玩过、啊。所以林振宇那边还好吗？我传截图给你看，我不知道他啥小、啊。海绵嘛。我看到你们都开始了，然后剩我一个在电梯里面。
道，然后没有东西可以按。啊，有了啦有了啦，他在跑。哦，有。bug。不知道。跑一下，要跑一下。他没有进来啊，海绵还留在电梯那边啊，我们都传过来了。哎、欸，有Spawn G一艇来了。阿叔，可能在跑游戏啊。等下，我还在跑，看我现在画面全是黑的。哇，干掉了！我感觉我已经跑好，你在跑。啊哇，这个人好卡、哦。我现 在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是正常。等下都顺了，等下都顺。我还在 loading， 再给他跑一下。我知道。我看起来还在 loading。我都应该跑好了，你们那里跑好，你们电脑是到底怎样？你不是网咖电脑吗？不是。我是移动型电脑，等我换电脑，我就可以追你们了。不要看去了。啊，我在网咖不会用这支账号，你是白痴哦。网咖也不能用那个，不能用那个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会啊？为什么不行？网咖感觉就感觉网咖就不太能登录自己的私人账号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啊。不管是什么游戏，不管是什么平台，不管是游戏的感觉，我也是不能登录的。啊他去找朋友，所以你用完，所以你用完之后，下个使用者就是专门来，这是什么？道正波士顿派。对啊，网咖现在有规定，你只要关机，所有东西都得重置，跟你在学校那样，就跟那个国，他底下是什么？跟学校一样。哎，干我们重庆好不好？那我都整个死掉了。都跑完了，你们。他底下这是什么？我重庆，我退掉了。哎，你们这很烂。啊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对，干我看。那、啊、什么、啊？浪费别人时间干嘛？你们这好玩，文书机打败了你的电脑。那有饭。文书机真的打败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应该有饭。应该惭愧，应该惭愧。干，我觉得是因为我刚打，没有，说不定是因为我刚打喽。那个一直在折磨他。所以你在欺负个电脑是吗？哎、欸，你们开始了吗？刚打完喽，可能电脑需要适应。你说你用，没有，哎，我退掉了。幺九九六。用个招兵打你电脑。退掉了。退掉了，因为我打挂了，我也退掉，重新进就好了。